时阵，是时阵，新的时阵，是时阵，阮就是快乐的少年人。棒！是时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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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是快乐少年人。好，翻嚟第三 part， 细阿哥教你讲。阿玲讲咗两节，阮奶奶啊，阮圣爷又介绍下观光，介绍下台湾嘅过去啊，咁啊福尔摩沙点嚟啊，咁第三节，唉，啲人都中意听细阿哥闹下人噶啦，知你班死仔，自己平时唔敢闹，就搵我咁嘅死肥仔咁样帮你手流。好啦，第三节翻嚟，细阿哥又讲下啦，喂，你啊听应该点都听过九二共识噶啦，系嘛 ？Declare 咗先吓，以下言论不代表本人。哇！真係，使唔使咁保護自己啊？死女啊 ！OK， 我仲要出嚟行噶嘛 ？OK， 俾張相嚟睇下先。呢個啊，台灣嘅中華民國總統第十五任總統蔡英文女士。OK， 翻嚟坐，唔該。喺7月22日，佢啊正式喺5月20日就宣誓咗總統啦，中華民國個第十五任總統。喺7月22日兩個月後，佢就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正式拒絕九二共識。啊咁啊，拎我考下你啊，九二共識，你知唔知咩嚟嘅咧？唔知道，我話知道你邊有一個啫，我梗係俾翻個機會你講。嗱，九二共識咧就其實1992年就兩岸咧就喺新加坡，就當時咧就同大陸咧就即係協議咗一樣嘅啊，九二共識就一中國表，就係九二共識就基本上咧大陸強調咧就一中，台灣就強調咧就國表，就即係話。你個一中咧就話一個中國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我一中係中華民國，就各講各嘅，就真係冇話邊個取代邊個，冇講，就真係一個模糊化去處理。民進黨咧路都唔承認九二共識有呢回事，因為呢個都冇黑字白字寫好嘅，因為呢個邊係個協議嚟㗎，唔理唔認。咁蔡英文就正式咁樣拒絕啦。咁啊呢件事咧個問題喺邊度咧？阿玲，我由始至終我話。兩岸關係發展到今日，大家好似第一 part 我哋睇到嘅紀錄片啦，老蔣過代嗰陣時咧就話枕戈待旦反攻復國，當時有所謂口號咩咧？一年準備兩年反共，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啊嘛！即係嗰陣時我哋當兵嗰陣時都日日口裏都要請教大陸同胞啊嘛！咁而家時移世易啦，咁樣。就希望能夠和，就盡量和啦。咁樣即係好老實講，台灣即係中華民國又好，台灣又好。咁啊，當時就呢樣嘢就一路咁樣去無法處理，就希望兩岸嘅關係就多啲經貿流往，兩岸人民多啲互相了解，就加深進一步嘅認識，就慢慢去即係融入一個統一條道路啦。當然而家台灣嘅本土意識強調咗，就唔希望統一啊。呢種咩意識不？無論台灣、香港都有啦，其實亦都好老實講，當呢十幾年以嚟，中國加入咗WTO 以嚟，就利用嗰個關稅嗰個優惠咧，令到好多人發咗達，就令到好多人咧就睇唔起身邊人，原來佢自己咁 Q 大嘅，好似而家大陸呢咁嘅水災咧，我睇怕再叫我哋香港人捐錢都有啲難度嘅。咁啊，蔡英文咧就呢、這個問題喺邊度咧？9月22日接受《華盛頓郵報》嗱，《華盛頓郵報》咧，我哋做坐喺新聞先。呢份報紙係美國嘅一個機關報，傾向於保守嘅。咁《華盛頓郵報》喺個兩岸嘅歷史嚟講咧，扮演咗咩角色咧？佢喺適好每喺適當嘅時候，佢打個波出嚟，希望你兩岸一啲領導人，尤其是台灣嚇，就講一啲因應一啲兩岸一啲關係緊張少少嘅嘢咧，就你喺度講翻兩句。就一個代表性嘅傳遞翻個信息出嚟，但係呢次嘅呢個信息咧，就我個人嚟睇啊，分析嚟睇咧，就比較上嚴重少少嘅，因為點解？你蔡英文一路阿習近平都話你唔承認九二共識，你係地動山搖嘅，點知咪當然啦？大陸就經常講啲咁嘅嘢啦，去咗南海嘅話，大佬你美國咁樣去判，國際咁樣去判咧，就十二國土共存亡啊！打你個希巴蘭啦，到今日嚟講，佢係打飛機嘅啫，打唔到其他嘢，就真係乜嘢都冇做過。咁佢又不一定咁講，唔使聽佢。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台灣今日你唔承認九二共識，香港好多人都話啦，即係包括你好多朋友啊咁樣，即係一啲支持本土派嘅朋友，咁佢都話。使唔使你九二共識啊？台灣行台灣嘅路，台灣行自我獨立嘅路。我成日都話嗱，呢樣嘢其實我係唔反對嘅。唔好話啊，四哥，你國民黨一定係支持嗰樣嘢啊！嗱，呢樣嘢大家講清楚。我對國民黨嘅信念係我個人嘅信念，
即係我係即係由即係推翻滿清嘅時候一路咁樣啦，就係咁樣落嚟咁樣有個咁嘅信念喺裏邊。呢、這個我自己，但係有一樣嘢講過你，你可以唔要九二共識，但係你兩岸關係你始終要發展。你如果唔要九二共識，你個兩岸關係係點咧？即係你要講翻樣嘢出嚟。今日香港好多支持本土嘅人一路聽到蔡英文，不要九二共識就代表反共啦！呢、這個觀念是大錯特錯的，蔡英文今天要的，佢唔要九國民黨定的九二共識，佢希望民進黨或者蔡英文本人同大陸習近平或者共產黨政府去傾一個未來的兩岸關係。嗯，佢希望的是呢樣嘢，呢樣嘢。當然這個過程裏面，佢希望透過日本、美國的壓力俾到大陸。嚟爭取到更多嘅台灣嘅國際自主空間，甚至係啲所謂嘅台獨嘅台灣獨立嘅思潮。但係呢樣嘢，我覺得希望係爭取到，爭取到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即係有今日有一個咁極權嘅大陸喺度，係咪先？但係令到我好憂心一樣嘅係咩嘢咧？啊，我睇到一樣嘢咧，蔡英文佢由於佢呢個咁嘅台獨意識去不斷咁提高。最近有一樣咧，就係話嗰個太平島嘅事件，話南海仲裁嗰個話太平島咧係一個礁，佢唔係一個島。咁太平島有淡水啊，咁我喺第二節目我講咗好多次啦，即係礁同島嘅分別喺邊度咧？就係水退嘅時候、水漲嘅時候都可以見到一大嚿嘅。話佢水漲嘅時候平方接近一公里嘅，而家隻島上面有四個淡水井有淡水嘅。咁而家咧一判咗咁樣，台灣有啲漁民，南部嘅漁民啊，俾張相嚟睇下 panel。嗱，呢啲漁民咧，同我堅持九二共識啊，蔡英文，我話呢啲漁民，嗱呢班漁民係失木魚啊，養殖户係好支持蔡英文嘅綠營嘅呢班咩漁民，但係佢呢班漁民嗌翻出嚟話，你堅持翻九二共識，因為點解啊？講到尾個錢啊，大佬，佢好多嘅失木魚咧，就你要台灣都知啦，失木魚啊，個魚肚啊特別好食嘅，但係好多骨嘅，咁啊，第三張圖啊，唔該。咁希望堅持翻個九二共識。嗱，呢班咩船民咧？中泰吉號咧，佢啊喺台灣嘅屏東，即係最南嘅屏東，佢啊出海搭幾日船啦，揸幾日船啦，揸六日船，就去到太平島去宣示主權啦。呢個係我哋嘅國，係我哋嘅領土，我哋上岸得唔得啊？但係點知咧，翻嚟廠啊，唔該。翻嚟廠咧，佢大鑊喺邊度咧？去到嗰陣時咧，尋日國防部突然間去講句講一樣嘢。你上去太平島，由於是軍事重地，你要45日之前你要申請，咁撲街喎！但係個問題咧，喂，你45日之前申請，咁幾日前上個禮拜，成班立法委員搭架專機 CF30 咁啊登太平島呢個軍事重地，請問佢有冇45日申請咧？又冇喎，即係你係唔俾班漁民上去申請噶啦，係咪啊？咁而家蔡英文又講，太平島咧。我哋各自爭議，這個、呢個咧希望長遠嚟講，係發展成一個救援中心。好啦，個問題喺呢度啦。你話成為一個救援中心，而家呢班船民，而家差唔多呢個時間已經到啦，到太平島啦，到太平島。佢如果話，喂，我想缺水缺糧，我可唔可以上岸？你補充翻啲水俾我。而家國防部台灣國防部佢嗰個意思咧就話，呢樣嘢都唔得。咁佢如果萬一佢唔夠水唔夠糧？唔夠嗰六日水，唔夠六日糧，翻唔到台灣，喺途中死咗，呢個責任邊個負？我諗其實呢個情況，我諗係因為未曾有一個定義，就係話你救急係救啲乜嘢咯？係啦，因為佢都係臨時咁樣講出嚟啊嘛，蔡英文。同埋呢個最尷尬係咩情況會發生咧？我係擔心啊，萬一呢班漁民，你太平島嘅國軍或者海巡咧，而家唔係叫國軍，就夠即係冇去幫呢班咁嘅船民，冇去補充啲水啊糧水，而喺隔離嘅永柱礁嘅大陸共產黨解放軍，佢唔補我補，我俾你，你係咪好肉酸啊？好樣衰啊！你即刻咪到時好樣衰啊！即係所以話，我哋成日都話你蔡英文，你唔要九二共識冇問題，但係你呢個國際情況之下，我成日都咁講啊，你去中國化。因為中國已經被共產黨玩到爛曬，玩到差曬。喂，我哋呢個台做嗰個節目啦，就是、大佬啊，做你老母中國人啦，即係做中國人就是恥辱嚟噶嘛。而家係好肉，佢樣衰好肉酸，因為呢個中國被中共玩到衰曬啊嘛。你唔做冇問題，但係唔等於你放棄咗你應有嘅主權啊嘛，明唔明啊？呢樣嘢好緊要啊，因為成日我哋堅持都話，你放太平島，放棄太平島，1600幾海你咁 Q 遠，我哋點都救援佢唔到嘅。但係個問題喺度，喂。我在屋企，好似你女仔最興噶啦，有啲絲綺嘢啊、珍珠啊、鑽石啊，收埋喺床下底啊、喺籠底啊、箱底籠底啊，唔俾阿衰佬知道。咁係唔係等於呢粒咁嘅戒指係可以俾人咧？唔得
噶嘛，係咪啊？即係你成日唔用，離得好遠，唔好掂佢，唔等於呢嚿嘢係人嚟噶。哦，賊仔入屋可以立咗佢啊！我反正好少戴呢個戒指，唔可以咁樣講，係你就係你，唔係你就唔係你。同埋一個法理上面嘅原則，你放棄得太平島 ，OK， 你淨係保持台灣。台灣人，因為台灣個官制咧好過癮嘅，中華民國官制，佢喺外島嘅金門同埋馬祖，佢屬於福建縣、福建省，佢唔係屬於台灣省。咁你話啊，淨係保台灣，咁金門馬祖咪割俾人咧？請問點樣處理咧？即係呢一系列嘅處理，你蔡英文係咪應該要一清二楚講俾大家聽？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咧，係撲街嘅。如果唔係話，會有啲咩情況衍生咧？嗱，結果。一啲親綠嘅人，香港都好多啦，好多咁樣頭腦發熱嗰啲人啦，咁樣去諗咗出嚟，好鬼過癮嘅咁樣度咗出嚟。喂，大佬，台灣就梗係，唔好理咁，我哋香港冇佢扶啫，食啊要靠佢，水啊要靠佢啊嘛，即係依家喺維園阿伯經常咁講噶啦。好啦，而家出啲咩問題咧？結果一啲即係傾向獨立嗰扎人咧，就即係躍躍欲試啊！即係你一心紅咗，佢話誒，俾張中華航空嘅相俾我睇啊！嗱，呢架機大家睇到啦，華航呢幾年都改曬梅花麥啦，即係以前你記得我哋僆仔嘅時候有青天白日嘅國旗啊嘛，即係華航咧基本上係個國，即係好多股份咧係官方嘅，就以前就叫國營咧，就即係類似大陸嘅國營機構啦。咁其實咧佢以前咧職責咧就好衰嘅，就啲空軍退役將領咧就坐華航嘅即係董事長嘅職位就立好多水，咁佢啲飛機師就空軍咁樣退役就去做，所以咧佢就有理冇理啊，一個心口一個勇字就衝嚟衝去，令到好唔舒服，所以 China Airline 咧就以前啊俾人取笑話 China Airline always crash 噶嘛，就 CAC 就咁樣嚟嘅，咁翻嚟廠先，咁而家華航咧又有出現咗咩問題咧？大家知啦，有個叫轉型正義啊，聽過啦，係咪？聽過，因為好流行咧。而家台灣有轉型正義，而家轉型正義係乜嘢咧？咁我喺第二個台都成日講過啦，即係源自呢個東西德咁樣嘅演化咁樣出嚟嘅。咁有個轉型正義，佢話：喂，中華航空公司，咁而家我哋台灣人當家作主，民進黨綠營咧又立總統啦，又立立法機構啦，啊，有個美國嘅代表。姓楊的一個民進黨的代表在開大會的時候，喂，做什麼還要中華航空公司，當然要台灣航空公司啦，是不是？那想下又沒錯，你怎麼看呢？你即如果改台灣航空公司，你喜不喜歡呢？即是它是官方的嘛，你看不看到個問題在哪裡呢？看不到是不是？其實很簡單，冇辦法啊！個稿係話我睇唔到嘅，明解嘅啦，明解的。我要係啦，扮下思考，俾啲反應係嘛？嗱，大家記唔記得陳水扁喺2008年即係就快落台之前咧，即係選輸咗，佢特登做一樣嘢叫做中華郵政改咗台灣郵政。係啊。嚇！你當時大陸哇開心到飛起啊！點解咧？哇！你咁樣做。因為佢台灣叫中華郵政啊嘛，中華民國郵政，佢又叫中國郵政啊嘛。咁你即改咗，即係台灣郵政，佢馬上將台灣郵政加入咗去中國郵政入邊嗰個十 directory 啊。即係佢即刻食你豆腐，然之後你總之喺嗰度咧揾到台灣郵政嘅嘢啦。結果你咁樣改嚟改去，淨係改呢個台灣郵政、中國郵政，淨係改呢樣嘢，嘥咗幾千萬台幣，係無謂嘅錢。冇嘅錢，改郵政係咁事少要，即係你郵油啊，即係我哋係啊，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屋頂嗰條龍，唔知點解要，唔知點解係用咗9000萬喎，即係你唔係咯，嗰啲嗰三條龍，嗰三條咁嘅彩帶，你真係莫名其妙嘅，你啲咩意識形態？香港搞呢啲嘢係咪先？你大家感同身受。龍獅啊嘛，嗰嚿你台灣，如果你搞中華航空公司，會啲咩情況出現咧？OK， 你知道嗎？以前香港和台灣這條黃金航線，因為航程短，人客多，你只是港台這條航線養起整間公司，還有盈餘，還有花紅，在20年前左右養起整間公司，真的不是開玩笑的。好了，如果你一旦中華航空公司你改名，你改了這個台灣航空公司，死了，你香港台灣這條航權要重談的，你一重談，人家不會放那麼多班機給你的嘛，你重新傾航權，因為你中華航空同世界各地簽嘅航權，你要重新再搞過用台灣航空去簽。你話誒咁樣即刻接落嚟，你講啊，航權係一件非常複雜嘅嘢，牽涉到國家主權嘅嘢，航權一定要牽涉嘅。因為你以前你即係國府退出聯合國之前簽落嗰啲，佢係冇理付，即係等於日落亞條約咁樣。
即係等於而家喂，你台灣一改啊，中華民國改名叫台灣，喂，台灣將嗰張咁嘅駕駛執照喺香港就搞唔掂噶啦，呢樣嘢你搞唔掂、嗯。你身份證改名都有排。好麻煩噶、啊，大佬啊！你即係所以話你唔好去，即係一股腦啊改名咪好簡單咁改啦。即係所以話你蔡英文你無論點改都好，你搞呢啲意識形態嘅嘢咧就好戇居。你上任呢兩個月嚟。全部係搞什麼轉型正義啊，搞改名啊，搞埋啲無釐啦廢嘅嘢。結果咧，大佬你經濟嘢你又搞唔掂，核四嗰啲嘢，好多人話我誒四哥你支持阿四啊？喂，大佬我梗係支持啦。你如果冇阿四，就台灣全台停電啦。而家台灣而家三十六、三十七度啦。你去台灣玩嗰陣時候，大佬啊真係私油都出啦，熱到你真係真係講笑啊！講起呢樣嘢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如果一個總統嘅時候，佢諗嘅嘢，佢做嘅嘢 ，OK， 佢係諗一個可能性，而唔係行一個諗一個可行性嘅話。都幾大的。係啊，係啊，台灣而家個民進黨嘅執政咪出現咗個問題。嗱，再有一單就係開曬全世界先河嘅。嗱，香港就叫做貨光啦，就叫做所謂嘅普教宗啦。咁啊，台灣其實都有嘅喎。咁啊，教咗舊年咧，我哋記得香港啊，全世界第三大影響力嘅，我係之風哥咧，咁啊走到去評啊台灣嘅貨光。誒、欸，貨光，誒、欸，梗係唔可以用呢啲咩貨光。其實之風哥佢又唔了解。人哋嗰個貨光啊改到咩咧？民進黨貨光話：喂，慰安婦係自愿嘅。嗯。咁國民黨要改翻過嚟啊！諮詢哥，我唔知點解唔啱。即係你老實講啊，呢啲咩嘢唔好反，逢南就反。誒，而家台灣啊，諮詢哥你又要發表下意見啦。啊，我啊封你係偶像，因為你係第三。四號哥冇呢個咁嘅本事，唔好話香港第三啦。我沙田，我住緊嗰度嘅第三，我都做唔到啦。廁所排第三咪有我份啫，係咪先？小三都可能有。係啦，小唔係冇呢樣，冇呢樣嘅，你想我死，大佬。佢話：誒，台灣呢個咩開世界先河咧？小學生、中學生係參與呢個課綱審議，夠民主啦啩咧？係咪先？嚟俾張相嚟睇下，聽到？即係我哋啊！啲小學生係咪啊？嗱，啲小學生有份去舉手。誒，呢一題我哋要學啲乜嘢？我哋使唔使學人之初性本善？我哋舉手，我哋唔應，我哋唔贊成。嗯。好啦，咁第二張俾佢睇下。結果咧，最新個開會嗱，呢啲係飯盒，就台灣叫便當。他預備了百多個便當給中小學生去的，誰知一個都沒有到、嗯、中學生有到了兩個，好了回來坐中學生到了兩個，就是他們這班中學生小學生是這樣談，喂，究竟我們這個會應該有個職權怎樣劃分，談了八個小時談不到事，那你可以預計到當然談不到事了，那你都算了，他還要找一個莊國榮，莊國榮是誰呢？就是陳水扁管理的末代最後那年的時候，就當著媒體去罵馬總統，馬英九是小嬲嬲，即係講曬粗口，小嬲嬲台語一個很粗口嘅現象。呢個咩人？佢而家做咗課程改革委員會嘅主任秘書，而佢老婆咧就喺故宮裏邊咧兩個月跳升兩級，加升職加人工，就係呢啲咁嘅人啦。即係唔識做啦。佢係意識形態非常重嘅人，佢係立住呢班咩小學生，全世界係冇嘅。咁我想問啦，喂，你如果係假設今日我哋係小學生、中學生，由我哋定個課綱，喂，第一條我一定定噶，唔使考試，我要有100分，得唔得？我梗係咁樣定啦，大佬，我使同你客氣啊，即係嗱，全世界好老實講，你定呢啲課程嘅話，你梗係有啲專業人士去定噶嘛，即係教啲乜嘢俾啲學生點點問問，你可以有啲因素喺裏邊，而且呢咁嘅課程改革委員會係隸屬於立法院樓下嘅，立法院下邊管轄嘅，咁立法院好似今日咁，如果你套喺香港嚟睇，喂。民建聯看住你個課程改革普教宗啊，全部都係聽曬佢講噶啦，一樣咁嘅道理啫嘛。咁而家民進黨當政係咪完全聽曬佢講咧？咁你係咪一個合理嘅一個民主啦？我成日都話喺台灣，你一定要識分咩叫民主同埋民粹。而呢樣嘢喺課程改革嚟講，呢樣係絕對絕對絕對嘅百分百嘅民粹。即係頭先啊，四友哥咁樣講俾你大家聽啦，揾啲國中生或者小學生，仲有小學生嚟定呢個邊乜嘢，我哋應該要學乜嘢，我哋唔應該學。你問一個小學生咩叫一元二次方程式，咩叫 geometry， 你估佢識唔識答你呢？ grammar 應該點樣去分？喂，大佬，佢哋唔識噶嘛，咁你點可能允許你呢班嘅小學生嚟定一個課綱嚟俾自己去考試呢？請問，即係同一個咁嘅道理。既然係咁樣嘅話，你點解仲要喺立法院下邊去管理住呢個委員會？你真係嘥氣嘅，咁樣搞落去咧？
即係台灣，你可以睇到，喂，好多人話嗱，諗住移民台灣，咁你呢個仔女要上堂㗎，要學啊，要接受教育㗎。嗱，台灣而家教育就面臨呢樣嘢。咁各位好似阿拎話齋，喂，我想移民台灣養下老 ，OK， 咁我孫仔想喺嗰個啊悠哉悠哉咩生活？嗱，你呢啲係不可不諗嘅喎。所以啊，嗱，聽下石友哥加你工啦，今日時間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噶啦，咁啊有啲咩意見，我都係只係嗰句啦，俾下我啊，即係想大家聽啲咩，好似阿拎話齋，喂，我想聽下移民嗰啲嘢啊，基本上呢個節目個 flow 咧暫時係咁樣，咁啊即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啦，咁啊希望各位觀眾多啲支持，石友哥加你工，拜拜，拜拜。我精神攰奶奶，有冇嘢俾我揸下跌啊？两千人嘅六年根韩国红心亦帮到你，佢再用营养成分达至最巅峰嘅六年根红心浓缩制成，轻便独立包装，撕开即刻饮得，随时帮你改善血气，醒脑提神，做嘢自然有心机啦。五天装试饮都只系159啫，即刻到 MIHK 网店订翻 set 充电啦。